夜猫就是夜猫，欢迎喵。像天空那样宽阔，还有毛绒，只有你在我左右。
要下播吗？害你以为我要下播了吗？可是我等一下真的要去吃早餐了，猫咪太调皮。对啊，谢冯建捧场，欢迎童心杰，谢捧场。早餐时间，对啊，喵要去吃早餐，想不想找大陆外科医生的男生？我不知道，没想过，没想那么多哎。飞翔天空，你要去吃早餐了吗？嗨，查理。你还在上班哦？欢迎大发，你好。对啊，失望。好剧了。